好，时间到，我们来听听学长们的意见。其实我觉得队形其实可以再整齐一些，可能会更好一些。我觉得太可惜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更好的。我觉得你们跳舞呢就是很可惜，因为你们的舞蹈也不是很难，就是只是这样而已，但是你们都不一样，就是有点可惜。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并不达到就是我心中的那个好特别特别好的标准。哇，一个一个动作很干净，很有 power， 我觉得你进步了很多。感觉你们有练习的特别多，特别是队长和有几位成员，就是个人的部分都是特别特别的出彩。果然跟你们名字一样，整场都非常有 energy。 今天的 rapper 真的非常帅，真的非常值得称赞。谢谢学长。虽然看过你们的舞蹈已经蛮多遍了，但是还是一样很吸引眼球，加油。谢谢学长。谢谢